我们跑步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些热身 warm up、嗯、so 比如说会拉筋、stretch 有屁股，我屁股我拉我的屁股，我的屁股怎么啦，这么性感。好的 ，And then I do some press ups。对，他每一天都会做100下的俯卧提升，然后还有做仰卧起坐，然后那也就是让他的身体稍微热身一下。然后我比较会是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，so you stretch 要拉大腿，还有小腿，然后还有就是全身都要稍微拉一下。That's not the warm up. That's the whole thing. That's the whole exercise. 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核心肌群的暖身。这个动作我们要练到我们平常练不到的大腿后侧，所以让我们一起配合呼吸哦。1, 2, 3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两个人要面对面一起做平板式，给对方一个 high five， 鼓励你的 partner。这个动作真的不简单。接下来的动作要握好你的 partner 的手，一起深蹲，收紧核心，手往外伸展，千万不要把你的 partner 手放掉喽。最后的动作也是最难的动作，全身的肌肉都用得到咯，加强骨头的弹性跟韧性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踩到你的 partner。 OK, you guys all warmed up, 你准备好了吗？有都有暖身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就4月21号就 L Run With Style 见咯。 Bring everyone, bring your loved onesBring your cat and dog, maybe? No, don't bring your cat and dog. But... Sure, why not? Okay. 还有你的阿嬷、阿公、宝宝，全世界都可以带。我们就用健康的方式，然后我们就带自己的风格来跟我们一起路跑，就4月21号。See you then. See ya!